不饱的话，会长不高的。难道说这位就是八重小姐所说的专业人士吗？看上去完全不像呢。这位可是周墨帆的成员，是货真价实的忍者。忍者？那刚刚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替身术？不过，周墨帆又是什么呢？周墨帆隶属于摄凤行，是神里灵人的秘密部队。 目前神里灵人和摄凤行秉持中立态度，我也无法调动周墨帆。不过，抓一个常年偷懒的周墨帆成员过来帮忙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拜托你们进城去寻找天岭凤行叛变的证据了。毕竟在那样的场合，我不适合露面嘛。 就算你这么说，哎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想到了呢。好吧，那我就再给你一点点提示。对外人来说，想要摸清楚天岭凤行的底细确实很难，但三凤行共同辅佐将军，关系来往密切，想必其他凤行更容易察觉其中的蹊跷。<笑> 看来你已经想到了，幕府军对你的搜捕应该还没有结束。不过有这位周墨帆的忍者相助，相信你可以顺利与朋友再会。别忘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把证据带回来哦。 怎么来了？见到反抗军了吗？现在战场情况如何？我能从这儿出去了吗？大概还不行，我们来的时候还看到附近有人在巡逻呢。看来还没结束啊。这么说来，你们出现在这里，应该是有事要找我们商量吧？啊，我去找人叫小姐过来，稍等一下。 原来如此，你们也经历了许多事情呢。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总之是要找到天岭奉行叛变的证据。让我想想，这么说来，确实有一点让我很在意。幕府军与反抗军交战已久，但将军却从未过问此事。我曾以为将军对此事并不在意，但现在来看，或许是天岭奉行给将军的上奏公文。 从一开始就有问题。凌华的意思是，天岭奉行执掌国内军事事务，如果他们有瞒报的想法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其结果是将军错估演授令的危害，继续一意孤行。如果能拿到天岭奉行的上奏公文，一看便知。可我记得有权利触碰上奏公文的只有九条孝行一个人，而且那里有重兵把守。 就算有早佑帮忙，
想悄悄拿走公文也是一件难事。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暂时引开那些守卫就好了。萧公的烟花。果然是托马会提出来的建议呢，倒也不无道理。天岭奉行旁边就是千手白眼神像，如果能在神像周围点燃烟花，天岭奉行不会不管，到时早幼就可以顺利潜入天岭奉行，拿到公文和其他证据。好，我感觉我离自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啊，像这样坐在一起聊天，总感觉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。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，我每天都在这里盼着你们。以前这里确实是我最喜欢的秘密场所，但这次进来之后，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迈出茶室一步了。啊，可恶，好想去泡温泉啊。托马，好可怜。我们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。废除眼兽令之后，托马就自由了。虽然是再度重逢，但没有多少叙旧的时间呢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们再好好庆祝一番。哎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玩火锅游戏好了。你还惦记着那个啊？天岭奉行附近的守卫很多，你们靠近的时候务必小心。之后我们再在这里碰面吧。那我们就先去花间板找萧公吧。好茶。不必心急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前两天啊，我正好做出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好东西，不过因为威力太大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实验，正好送给你们，让你们帮我看看效果。记住，点着了之后一定要快点跑，别把衣服烧了，还有最好把耳朵也捂住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？没关系的，只是烟花啦，烟花而已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那我们就去试试好了，谢谢你啦，萧公。烟花已经拿到了，接下来的就是等待夜晚到来了吧。现在这个样子。感受不错，今天就继续翘班吧，等到状态好了。
和我想的一样，好多好多人，被盯上的话会被发现，必须将他们引开才能顺利潜入。等我拿到公文，我们再在木漏茶室会合，可以吗？还有，如果我被抓了的话，请来救我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总之，我们还是先去千手白眼神像那边吧，要小心不要被巡逻的人发现哦。不必心急。站住！我明心。糟糕！这是什么烟花呀？耳朵都要被震掉了！萧公那家伙也太乱来了！糟糕，附近所有的守卫好像都朝我们冲过来了，快跑啊！怎么样，计划还顺利吗？辛苦了，接下来就等早佑的消息吧。虽然运动有助于长高，但好像有些运动过头了，晕乎乎的，大家都在旋转。不行，睡觉前好像还有重要的事情。对了，我拿到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公文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就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偷回来了。给你们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小姐，这些是？这一卷密封的，应该是天领奉行要呈给将军的上奏公文。除此之外，这是他们与于恩仲来往的信件。看来那位八重公司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如今道气的纷争，确实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结果。这些当证据应该足够了。接下来还请你将他们带给八重公司。相信他会有接下来的计划，我也会召集人手，争取挖出更多潜伏在道期的余人众。不过，还是要小心将军大人。一想到他之前出刀的样子，我就浑身鸡皮疙瘩。也只能相信八重公司了，他与将军关系密切，或许会有办法。我记得快到与八重神子约定的日期了吧？我们还是快点收拾一下，准备赶往明神大社吧。